你被指控炸毁警车，伤害路人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好，无罪释放。如何拒绝道德绑架？哎，狗蛋，你也在追这个剧？嗯，我最近也在看，可是我一天只能看一集。哦，哎，我最近太可怜了，只能吃泡面，会员都充不起。那你还天天喝奶茶？我，这是别人给我买的。那你就让他给你再充个会员看去。如何拒绝道德绑架？你简历上写上份工作离职原因是老板拖欠工资。对。拖欠多久呀？两个月。公司的运作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你得多为公司考虑。我的人生也不会一帆风顺，我要是两个月不来上班，公司会正常给我开工资吗？你要这么唠，你这面试还想不想过了？从我下个月工资得扣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Sorry, the number is wrong. 请你们带杯，所以我把你关在家里。嘘，别说话，外面很乱，我保护你。如何拒绝美容院狮子大开口？5000，我没听错吧？两个人一共10000，办个3000的卡给你们打5折。你不是说19.9吗？但是你们做了别的项目，讹我是吧？别废话，赶紧掏钱！我报警，想判几年？如何拒绝道德绑架？哎，买水果不能挑啊！我买水果为什么不能上手啊？我给你挑，这个行吗？你这瓜保熟？那肯定保熟。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？你他妈来找茬的吧？大姐，别动！如何拒绝道德绑架？我还能花你钱吗？我这个月就要交房租了。那2000块钱，哎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要不我这个月发了奖金就给你啊。哎，你这个衣服新买的吗？真好看。那不是发了奖金，我也没钱买新衣服穿呀。静静，你不是说发了奖金就还我钱吗？这不是换季了吗？我在评论区得物上买了几件衣服，都是大牌还保真，比专柜划算多了。去年的衣服我都穿不了了。你也不希望我每天赖邋遢来上班吧？我这不也是急用吗？你怎么这样？我说了还就是要还呢，也没说是今天。你都欠我半年了，利友蛋儿，你为了这点钱，至于这么羞辱我吗？你是不是非得弄得大家都知道你才开心啊？就是，今天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这么自私？你不自私，你替他还呢？现在赶紧把钱给我打过来。如何拒绝道德绑架？哎，狗蛋有空吗？说吧。我朋友要结婚了，找你免费设计一下婚礼现场。你刚才问我什么？你有空吗？没空。哎，西西，你今儿过生日啊？啊，那你得请大家吃饭呀。连句生日快乐都没有，你还舔个大脸让人请你吃饭？帮我小侄女投个票，链接发你了，5号啊。等一下，快点，我着急。2号小朋友非常可爱，投完了。